国家羽毛球青年队近年来的表现不尽人意，青年队单打教练总监纳多米斯本提早下课。那羽总署理会长纳杜苏巴马连召开记者会证实，双方合作6年之后同意分道扬镳，米斯本服务到8月1号为止，为6年的服务画下句点。Badminton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(BAM) today and Dato' Haji Miss Pun Sidik,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Director, have mutually agreed to part company after working together for the past six years.好，苏巴马连表示说，羽总跟米斯本在特工委员会的会议当中达成了这一项决定。他透露，米斯本在效力期间已经尽全力为青年队的球员提供最佳的服务，不过接连而来的惨淡成绩促使羽总不得不想出改变的对策。苏巴马连也透露，米斯本离职不会影响我国青年队备战9月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青年赛，并指他们将和国家成年队一起训练。与此同时，米斯本也感谢羽总给了这个与后起之秀合作的机会。他直言说，在这6年美好时光，他很享受在青训营跟球员工作的时刻。那米斯本还不忘点名感谢羽总和主席丹斯里诺扎当年委以重任。